谢谢。走。可可，两个女生啊，小女生啊。我是觉得可以多一点接触大自然是好的，但因为我不知道小朋友们有没有体验过，就睡帐篷啊，或者睡在户外的那种感觉，因为它会有很多声音，对，他们会不会习惯，能不能睡得着，这是不好说的。这些声音其实是平常他们在睡觉时候是听不到的，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机会，应该会挺好玩的。哎，龙哥，哎 ，Hello， 啊，老师好，对对，我们介绍一下，然后我叫谢可莹，然后老师可以叫我 Shaking 或者什么都行，他是来小老虎，哦，然后我是徐佳琪，叫我 Kiki， 哦，好，老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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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哦，来了吗？来了。喂喂，强哥哥哥，真的吗？这么好、啊、他们现在就等着我们上去解放他们，你还不解开他，是吧，宝哥？艾玛，来来来，我在家里经常解。哎，安心。哥哥，哥哥好。哇，那个蓝山的武力，加把我抓住你了，抓住我了。哼，你把蓝山宝宝抱走了。来，心里，我们抱着宝宝出发了。我带你到那边，来，我教你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苔藓，它是附着在石头上面潮湿的地方。来，手可以摸摸水，好冰的水，有没有凉快舒服？我也想试一下。你摸一下，感觉一下，特别冰，好凉快的水。好冰啊！哦，好冰啊！好冰，好冰啊！是不是？好冰。对呀、啊，是不是凉快一点啦？对，很凉快。经理，你看看这个蘑菇是公的还是母的？是公的吗？不对。那就是让这个蘑菇。谁知道它是公的母的？你告诉我。解释一下，到底是公蘑菇还是母蘑菇？你这不解释清楚不能走。你的梗在哪里？你告诉我，公母重要吗？好，我们往前走，前面还有大树，我们看一看，我们手拉手一起抱，看我们能不能环绕着把这个树围住。来，把手伸长，来抱一抱，抱一抱，不怕，抱一抱，抱一抱，抱抱。这棵树这么大一棵啊，这次去感受这个原始的生命是难得的，因为一般的环境是看不到这么大这么大的树，不只是对小朋友，对大人来说在视觉上感官上都是一个震撼。3、2、1，嘿，叔叔他们都在哪呀？龙叔叔已经上了花果山了，快点。我变成树了，长大你看有树枝。我已经变成一棵树了，不能动。龙叔叔，快下来！不能动。龙叔叔，下来。好，我下来了。龙叔叔，给你一个小礼物。你还给我小礼物啊？对呀。那是什么小礼物啊？是我自己写的。你写的字啊？嗯。谢谢你，
好漂亮。上次写毛笔字练习完，你就拿回去写了，是吗？嗯。为什么我的名字是最难的？对，因为你的笔画多。来，但是没关系。关羽吗？这是你的墨是吧？轻轻的。我想出去。你换鞋子吗？我要换双鞋子，你先出去，马上就过来，好不好？好吧。我现在已经变成一棵长大的树了。龙叔叔，快下来！我变成树了，长大，你看有树枝。那这个是什么？这是花吗？哦，画的真好。哎，然后这个我觉得把你画的很像一个小超人。谢谢，我现在变成小超人了，对不对？我把它收好了，谢谢你。年轻变得漂亮，因为我长大，妈妈就变老了。其实我希望我现在技能能够让更多的小朋友有机会接触他们，跟他们一起好好的相处，让小朋友们了解大自然当中还有很多很神奇、很特别的东西。三跑，走，看，是不是很好玩？冲啊！你看，好多人跑啊！小宝，你为什么倒车呢？小宝，我来支援你了，看我的大伞吧，撤退！多米，你赶快带小宝去西瓜姐姐那边偷袭他们。西瓜老虎，你们已经被我们抓住了，快攻击他们大本营，进帐篷。突然间觉得这个空间安静舒爽了许多。哎，有咖啡吗？喝个咖啡，泡个茶，好了，我们这儿还挺舒服的。哇，其实这个景儿真的是挺美的。小宝，你真的不喝这个鸡汤吗？马不停，我要被你们俩呀！你们小时候有玩伴吗？有，楼上邻居，楼下的邻居，各种，还有乡下还有一帮朋友，现在还有联系。那挺好。龙哥小时候都玩什么？什么都玩，我们小时候没有这么多东西，每天就做运动。不过你们那会儿的话，大家视力都多好。那没有别的可以玩，也没电视，也没有其他的玩具，什么都没有。要么就在田里面玩。但那个时候也应该不会觉得什么，应该觉得挺充实什么的。我觉得那时候比现在他们好玩。因为我们小时候其实大人的时候都比较忙，所以小朋友其实有比较多的时间跟空间，就我们自己可以去田里到处玩，就呼朋引伴的，大家就在外面到处跑。看看我蝴蝶，挺好的。怎么了？千里，咱们仨和好一起对抗猫咪哥哥。啊！千里，包腿毛，猫咪哥哥的腿毛不见了。男人的腿毛不能拔的，知不知道？为什么鼻毛可以拔，腿毛不能拔？腿毛是男人的面子。腿毛越多，面子越大，面子越大。我没有，你看我没有，我没什么用。要不我分你一点？没有，我觉得我先吧。好了，你休息一下啊。好了，轮班了，猫咪哥哥休息了，龙叔叔饱了，来吧。大家恭喜龙叔叔。准备好了，往前滚。哎呦，再滚，哎呀，有没有？滚了两圈。好的。哦，小朋友们，我们出来了。我们出来了，我们玩游戏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来开始玩击鼓传花。
我们每次把花就传给下一个人，然后下一个人再传给下一个人。这次我们先由多米来敲鼓，你什么时候停，这个花在谁的手上，谁就输了，谁就要表演一个节目或者是受到一个惩罚，好不好？好的。我跟你是同一组的，等会儿传到我这里的时候，你不要停。好吧。好的。好，我们偷偷。哎嘿，哎，小贼还作弊。哎，什么都没说，来吧。